它旧一届的 Matsuri 现在就我们去看看这边啊，是有点热闹，有点热，很多人，但是就很热闹，每个街都有一个神台这样的人在演戏这样，全部都是日本人啊。我这里讲话有点怪，有点尴尬，因为每个人看着我一下，所以我们走吧 ，Let's go。所以现在我们走了这条街，左边右边大街小巷店都会参与这个庆祝活动吧。所以有些店就特地的卖水啊，卖风扇啊，卖食物啊，请客户也是，因为大致上这个节日就很多家庭都会来参加。日本人呢，有些日本人都会特地的穿一些日本传统的衣服来，浴衣来参与哦。来看一下神台那边有什么吧。几位姐姐在那个神台上面，所以现在我们在正中央，这边有四个神台。中心部分から一般の方々は出ていただくような形になります。あと3分ほどで中央部分から有些可能六七十岁的，你看有一个六七十岁阿姨白头发，还整个白头发在里面。机会，我们下一次再看另外一个吧。但我觉得比较难，因为大多数这个时候才有这个 Matsuri 的这个东西。Take a cross and see you next time. Bye. Let's go.